退转者起不退心，退转者起不退心。这边的退转者起，我们动作在左边，我们打一个人倒退往后退，然后起我们打变化变成不退心。学佛修行，修行就是要修身养性，端正行为。不过经过长时间以来的熏染，众生凡夫心灵都已经堆叠出厚厚一层不好的恶习。虽然有幸和善知识相遇，有了扭转的机会，但假使毅力不足，信心不深，当遇到诱惑时，很容易就会升起退转的心，回到以前那种率性而为的生活。所以发心修行，也要记得处处与大家结善缘。当我们的心灵受到烦躁，找不到出口和方向时，才会有善因缘及时出现，帮我们点灯照路，走回正轨。三满者起禅定心，愚痴者起智慧心。